世仇哦，新竹台中的世仇。这三年了，以三年来讲，这三年哦，没有赢过他们吗？对，真的太强了他们。对，真的。那今天听到 KGB 指名来，可是说一句实在的啦，就今天这个场合啊，都是帮我们加油的。啊，也是主场优势。对，这个很重要，在 battle 比赛的时候，现场的气氛会影响，对不对？嗯，或多或少，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实力，所以不会害怕。哇，哎，我要问一下伯清，伯清呢是代表台北的 TBC， 新竹的 KGV， 然后台中的黑角，他们真的是世仇吗？常常就是在这种 battle 赛的时候遇到，然后也是 KGV 是真的每次都赢啊。那我觉得黑角的胜算会稍微高一点，是因为主场优势，而且啦啦队都站在他们这边。那我觉得 KGV 这边我要给他们一个建议，就是我觉得只要他们稳定一点。就是不要在意这样子的，就是主场优势。我觉得他们的实力胜算应该还蛮稳的，这样子。对，直接了，那站出来，最后把话丢出去。要呛虾了吗？对对对，呛虾。我是觉得我们派我们团最温和的老灰就好了。好，温和。好，先讲哦，呛虾以能播为准哦。不能讲脏话哦。好，小狗你先。A 角，你们最近这两三年都输给我们 KGB， 今天一样不会赢过我们。哦，后来，好来，来站起来，站来。啊，我认识小狗很多年了，但是打一条舞哈，打一条舞啊。KGB， 等下先煮食贡丸呐。一顿给台中。台中吃太阳饼，好的 ，KGB 请就位。各具一方的黑角与 KGB 曾在各项街舞大赛中相互较劲，而这次所向披靡的 KGB 又将采取什么攻势击败对手？
Zoo City。哇哦！哎呀！哇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谢谢谢谢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气势起来喽！柏青，刚刚他们的水准是。有国际级的水准啊，每个招式的那个点啊都还蛮硬，这就是我说的，就是他们的音乐跟他们的硬度都非常的有，就让人家看了就会很兴奋这样子。刚刚看到的 KGB， 就是其实我们刚看的感觉都一样，就是看之前比较紧张，看完之后、哦、看完之后还好。哦，帅、哦！真的啊，真心话，真心话。大冒险，所以你们费，哎呦，还接大冒险，你综艺咖你。好的 ，KGB， 那稍微休息一下，现在黑脚来了。Come on, everybody, just bust the move. 表演都不断推陈出新，将 breaking 技巧融入各种情景中的黑脚，不管在视觉表现或是舞技上都带来许多震撼，也让他们的成绩总是拔得头筹，获得相当大的好评。而这次面对颐指气使的 KGB， 黑脚又会使出什么绝技对抗超级强敌呢？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参加110公尺跨栏的选手请至起跑点就位。各位，预备。